看看啊，兄弟们，这水是一直往下流的啊。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放一点，应该很理想啊，这位置应该很牛啊，很理想的位置，刚刚好摸过笼子。OK， 就这样啊。OK 啊，然后咱们继续，给大家看看我下的位置啊，兄弟们，看看，都是在这个芦苇荡里边啊。然后这个这两边的鲸鱼口啊，都是我调好的，都是大家都调好了，直接过来下就行了。下到这边一个啊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兄弟们，看看。这水草很稀啊，证明这个鱼，就是说大鱼它也能钻过来。然后那边都是大水面的，看见没？看往里的话，水草都比较深了啊。就这么搞啊，兄弟们。嗯，你们没有关注我的可以关注一下。然后咱们以后啊，就说每天都直播收，全程直播收花篮啊，干它就完事了，兄弟们，继续干啊。